的近视会越来越厉害的。哎呀，妹妹，这根本不是黑眼圈，一定爱管闲事。妹妹，随他们吧，反正他们也不听我们的。同学们，大课间连保健操班长也做错，等一下校长巡查，不认真做的会被扣班级分。都给我认真点做。好的，老师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做连保健操，第一节揉天阴穴，一二三四。班长怎么嘚瑟呀？谁在阴穴？让他自己嘚瑟去。第二节按压睛明穴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第三节，佳佳、菲菲，你们的姿势不对，你注意自己的，帮我们干嘛？对呀、啊。小团子，爸爸，你谁在找你？
妈妈看看啊，在门上吗？在这儿。赵医生，怎么样啊？既然这么观察观察，他能不能下去吧？啊，那万一上不去了？对呀，马上就考试了呀。注意，就是不能看手机啊、电视啥的。过几天要是再没上的话，就只能做手术了。手术？妈妈，不要做手术！佳佳，快别哭了，等一下眼睛更难好了。对呀，宝贝，快别哭啊，再哭眼睛彻底坏掉了。还有。这几天要正常上学，多写作业，多看书，眼睛就恢复得快。妈妈，我要起床上学，我要听医生的话。看你还敢天天玩手机不？哎呦，你这招太牛了！耶，还行吧。爸爸妈妈，再见。路上小心啊，宝贝。到了学校，佳佳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王佳佳小猫眼，这是新妈妈特意给她画的，这是秘密，你千万别告诉她哦。都怪我自己，天天熬夜玩手机，都玩出毛病来了。哎呦，佳佳，你的眼睛怎么又黑又肿的？没事吧？老师，没事。都这样了还说没事啊？我马上打电话叫你妈妈接你回家啊。老师，求求你别让我回家。老师，我去教室看书写作业了，千万别给我妈妈打电话。奇怪，平时没病都要装病回家，今天眼睛不成这样都不回家，现在的小孩真是搞不懂。还不读书，不写作业，那眼睛干嘛起来？晚上，好困啊，睡觉了。佳佳，你还不睡？不睡？医生说了，我要多写作业，多看书，眼睛才好得快。那好困啊。佳佳睡了，走。终于醒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豆豆的主意太棒了。不但不看手机，还特别爱学习，过瘾啊！那当然啦，豆豆聪明，随我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哎呦，爸爸，快点口香糖！哎呀，口香糖没用，要用花露水。哎呦，佳佳，别挠到爸爸眼睛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，给我的猫咪疼了！啊，有眼睛都睁不开了！爸爸，我是好心帮你提神嘛。你这样很危险呐、啊！万一爸爸那种眼睛睁不开，都会动车的。王豆豆，别给我多嘴多舌！哎呦，豆豆说的一点没错，佳佳做什么事也不动动脑子，花露水就这么满脸擦，搞不好我们全家出事故。爸爸，要不你吃一颗话梅吧，话梅酸酸的，肯定提神。好酸啊！不过感觉精神够了。既然精神了，就赶紧走吧，还有100多公里呢。什么都比不过臭豆豆，连给老爸提神都比不过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赢他！哎呀，宝贝们，跟爸爸说说话吧，爸爸又困了。好了，爸爸。老爸，要不然倒几滴水在你脑袋上更提神。哎呦，这个办法好啊！你是怎么想的啊？都是直接在水龙头底下淋脑袋的。特别提神。算了吧，李小丽，你可别出什么馊主意。哎呀，干嘛呀？哎呦，王佳佳，你干什么？我的衣服全都给你淋湿了。爸爸，我好心给你提神，你还骂我。几滴水变成一片大海，管谁都生气呢。你给我闭嘴。老公，你小孩子生什么气？大夏天的淋湿都不更凉快些？就是，换我就不会生气。行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，先找个地方换衣服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哎呀，老公，音乐关小点，佳佳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老公，你要干嘛？老爸要干什么了？嘿，我在给你提神呢、啊。妈妈，爸爸打我！哎呀，老公，不是让你别弄醒他吗？让他睡一会儿。哎呀，大夏天的，淋湿的很凉快的，你也凉快凉快。哎呀，好一个王。
接着做吧，爸爸特意去买的。宝宝对我就是好。我也要喝，凭什么我没有？看到没，这是你的。我就说了，爸爸再给我。不给，吃完饭都两个小时了，一张卷子都没做完，没做完别想喝。不就几张复习卷吗？有必要那么认真吗？宝贝，先吃个雪糕啊。不吃，不就是三张卷子吗？我一定做得完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宝贝，你终于肯下决心了。哇，佳佳，那这次考试你一定能及格，加油。小瞧我，起码85分以上。十分钟后，我的纸扎怎么这么长啊？佳佳，你找什么呀？少管我，做你的卷子吧。我的指甲太长了，我要把指甲先剪了。王豆豆，你别多管闲事，佳佳剪完指甲一会儿就写完卷子了。哇，我的指甲美美的，现在可以专心做卷子喽。我就看你的专心能持续多久。十分钟后，妈妈，我肚子饿，给我泡个面吧。好嘞，马上泡啊，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学习，等着啊。服了你们俩，看你今晚能做完几张卷子。反正肚子饿也做不了卷子，先玩会手机吧。五分钟后，哎呀，面泡好了。哎呀，宝贝，快吃吧，妈妈再去给你削个苹果啊。哇，香喷喷的泡面。妈妈好会泡啊。佳佳，怎么在看手机？卷子都做完了吗？老公，孩子肚子饿，吃完了再写作业不行吗？宝贝，苹果放这里了啊。爸爸，我做完了，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。全对，孩子都得乖啊。只要你考到90分，爸爸就带你去迪士尼乐园玩啊。迪士尼，那我要赶紧做卷子了，争取考到90分。看看我宝贝多懂事啊。我倒希望他是真的懂事。十分钟后，好困啊，我要睡觉去了。佳佳，你卷子都还没做完，你不想去迪士尼乐园了吗？笨蛋，我先睡觉，等明天早上精神饱满再做卷子。你看我闹钟都定好了，明天5点就起床。闹钟都没拿，你们说佳佳明早5点能起床吗？按自己的100种方式，哇，点一杯想喝的饮料，买饮料去喽。那我也试试。哎呀，考成这样了还玩手机，早点去。妈妈，都放假了还不能放松一下吗？这是妈妈爱你的100种方式，快去。好惨了，能不能给我一颗小红心加油啊？菲菲，是你吗？那个是我啊，忙不忙啊菲菲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这是爱自己的100种方式啊，做最忙的自己。真是太好笑了，我给你拍照发发进去。王豆豆还为你这两个傻瓜搞得这么简单，还休想了。
居然在搞在线解答，耳机线解断，够寂寞。闭嘴。好，
考试中。走，我赶紧出去了，一会儿时间不够。虽然放不怎么大的，可千万要考好了，至少考赢那个李菲菲。哎，这么大明明太阳了，文具都没来齐，还考试，搞笑。突然就叫你身子好，骗不起。考场外妈妈们的比拼，苏哥，吃跑得我心脏病都要发作了。哎，佳佳妈，是不是又给佳佳送文具呀？这都第十次了吧？我记得这个学期李菲菲考到六次零鸭蛋吧？哎呀，孩子们在考试，你们小声点啊！一会儿。梅梅妈，你们家梅梅准备的怎么样啊？我对梅梅要求不高，有进步就行。检查一下，能不能像佳佳那样温柔体贴？梅梅可是学习委员，肯定能考出好成绩。我们家菲菲啊，那是故意考差，认真起来呀，颗颗满分。对对对，只要菲菲不打瞌睡、不作弊，四十分稳拿。佳佳还不一定考四十分呢、啊。准备好了，泡泡姐，我的削面煎饼准备好了。准备得很充分。我的麻婆豆腐也准备好了。哎呦，宝贝，忘记撒花椒了，来加点啊。舅妈，不许帮忙。放这么多花椒，舌头不麻吗？撮合吧。比赛开始。泡泡姐，我先来。冠军就属于我的麻婆豆腐。嘿，对对对，炒得不错啊，就这样啊。哎呀，哎，睡了睡了，我来。哎呀，妈妈，我自己来，各种炒的都对一点就对了。再放多点花椒。对对对，大胆放啊，麻婆豆腐不麻不好吃，多放点。这是什么黑暗料理？做的还挺快的。这能吃吗？当然能吃啦！哎，不信我吃一口给你们看看。对，妈妈，你吃给他们看看。舅妈，这都敢吃，你真勇！豆豆，到你了。好嘞，妈妈姐。豆豆的笑脸煎饼。我要做一个最漂亮、最美味的笑脸煎饼。超市了，泡泡姐，我的笑脸煎饼做好了，请品尝。哇，豆豆，你做的好漂亮啊！我都舍不得吃了。我看视频学的，你快尝尝。好啊。哎，这个笑脸好熟悉呀、啊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大都不大，大大大干嘛？我的椅子都被破坏了。妈妈，佳佳冲我睡着，拿铅笔戳我后背。妈妈，
自己做噩梦吧。对呀、啊，肯定是你自己做噩梦。好，算我自己倒霉。你还是你、啊！算了，你的臭心一霸。过了一会，厚豆豆，我差点被妈妈发现，今天我要让你把脸丢光。哎呦你妈！不许再欺负我！吓死我了！下午，王豆豆，你好丢脸啦！丢什么脸？菲菲，你说什么啦？豆豆，你后面被剪了个大洞，估计王豆豆这个时候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了。肯定是佳佳，难怪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感觉有人在我背后捡东西。臭佳佳，别要冤枉你妹妹。妈妈是真的，要避开这头。妈妈，你信我还是信豆豆？我可是你亲生的。哎呀，当然信你啦，这还用说？有监控，亏你想得出？可恶的新妈妈，可恶的佳佳，一定要讨回公道。过了一会儿。豆豆，外面有人叫你。嗯，谁呀？没有人啊。闲晕你，反正没人帮你。哪有人啊？佳佳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哎，谁出人命啊？好简单啊！味道够不够啊？佳佳，你要找了我。哎呀，王豆豆，你怎么一天到晚的揪着你妹妹不放呢？你永远做姐姐的样子吧。你妹妹那么乖，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欺负你？再说了，那么多人，怎么就欺负你一个人？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。佳佳，可是你根本就没睡着啊！哎呀，重在参与，看看又偷到什么？哎，还有这样的，我也睡了。又偷到了，为自己买一双新袜子，这个好啊！我要买100双，爱自己多多。Oh、大哥，千万别拿你妈妈的手机乱买东西，小心你屁股开花。佳佳，你上次充了游戏币，充了500，妈妈还不知道吧？嘘，你小声点。我看也是，豆豆别理他，等会爸爸给你买10双。看看还有什么？哇，你一场痛痛快快的鱼，好痛的呀！着急。啊！这孩子真超疯啊！啊！哇，好痛快呀！买来的也是爱自己。鱼等还有很多炸裂场面，点个关注，接着看。Yeah.
你的运气会不会好点啊？全都啊！必须饶了他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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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你们猜。我就想告诉我。行，有本事你就别进来。三天，乔乔，快喝点水，又塞又不喝水，会晕倒的。不喝，我就想塞晕自己，让你没孩子。行，豆豆，你理他，塞晕的是大活该。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你心里太狠了。哎呀妈，你别老护着他，动不动的跟我赌气，简直反了。你看就要赌，难怪新妈妈生气，佳佳也太赌气了。外婆你别打我，让我做主好了。哎呀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你妈不心疼，外婆心疼呢。快进来，佳佳快吃个冰西瓜解暑。哇，孩子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啊。刚刚那大太阳差点把我晒傻了。对呀，佳佳，可不能再干傻事了啊！好的，外婆。我才不傻了，晒一会儿太阳就得到这么多好吃的。哎呀，佳佳，西瓜皮怎么放沙发了？脏兮兮的，这个沙发把我刚洗干净了。小恋，孩子刚哄好，你又来凶他？就是，每天就知道凶我凶我，我同学的妈妈可温柔了。嫌妈妈不够温柔，那我就凶给你看，随口编出来。赌气了，这是今天第六回了吧？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是外婆啊！快开门呐、啊，马上要吃饭了，佳佳。不开，我就要把自己好运，让他没孩子。哎呦，造孽啊！这真的是冒孩子，王佳佳，你。妈妈，我们这样，佳佳肯定会自己出来的。行，就这么干。妈妈，这个烧排骨怎么这么好吃？烧排骨？开始吃饭了吗？竟然没有人叫我！对，又脆又香，豆豆，你多吃点啊！臭豆豆，臭妈妈，烧排骨明明是外婆特意给我做的！哎呀，这样不行，我还是叫佳佳出来吃饭吧。哎呀，妈，你别去，要相信豆豆，佳佳肯定会自己出来的。气死了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叫我？你这个吃的那么香，我在房间都要饿扁了。哇，妈妈，今天的炸鸡腿怎么这么大呀？炸鸡腿？对呀，豆豆，反正佳佳不吃午饭，来，这一整盘都给你。啊，一盘都给他，那我还吃什么？不能就这么出去，外婆肯定会来叫我的。豆豆，佳佳今天是真生气了，他肯定是不会出来吃饭了，你全吃掉吧啊！谁说我不吃饭了？我要吃鸡腿！不赌气了，坐那吃吧。不赌了，妈妈。嗯，都好吃，再见。你们说佳佳这样赌气傻不傻呀？天，趁他们才会睡，我捡垃圾去。
看多少斤啊？一共10块钱。哇，捡垃圾真的能赚钱！耶！第二天，爷爷，你昨天到啊？15块。第三天。偷偷摸摸捡垃圾18天后，奇怪，佳佳，你怎么越来越黑了？你瞎说，我天生本来就黑。佳佳，每次你都去哪里放了？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晒得比炒菜工地还黑。你就是不好好午休，下午哪来的精神好好学习？捡垃圾就能挣钱，干嘛还要学习？好，干谁干？妈妈，我们。
还好好的呀？哎呦，没良心的赶我走！外婆走了就没人帮我了。哼，王家家吃青菜吃啊！好的，妈妈。哼，洗完青菜怎么够穿穿呢？金丝包包上都够穿。好的，妈妈。干这么多活，好惨呐、啊！东东，行啊，这顿全归你。王家家一口都别想吃。真的？那我就做做等吃啦。烧烤开始。哇，累了半天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刻。东东，来，妈妈喂你啊。太满足了。妈妈，怎么全给东东吃了？少废话，接着烤。烤好了，全给豆豆。再见，妈妈。外婆，你快回来吧。金三角是爱情的烈火，闭上我要唱。金三角胖胖的人是我爱我。那我们家的前菜配也就算了，还搞抢麦。佳佳，小盘子是妹妹。对呀、啊，佳佳，别生气了，等她唱够了，我们再唱。等她唱够。哎呀，老婆，你也别怪佳佳，我们都玩了一小时了，一首歌都没唱成。咦，妈妈说的没错，我点歌去，不应该就唱盘子。我是阳光大男孩，我堂堂是文章。我的妈呀，谁出去了？我切的，到我唱了。哎呀老婆，别理那么多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谁切了我的歌？哼，我切的，怎么啦？谁让你把我的歌都排在后面去啦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都放了两个小时班了。哎呀，真不可能！哎呀，老婆，你坐下。我唱的好听吗？当然要多唱啦。我是一朵玫瑰花，美在你心上。臭美，把我放了。要想个办法解决才行啊！再小小的花园里面，花呀！小朋友，你唱歌太好听了，我们送你一个免费蛋糕。啊，免费蛋糕！哎呀，早知道我也唱了。阿姨，我唱的歌真的好听吗？听力有问题吧？啊，我呸！好听，还特别好听。还听不到这么难听的歌。阿姨，那我再接着唱啊。哎呦，不用了不用了啊，先吃蛋糕，蛋糕都要化了啊，先吃蛋糕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先吃蛋糕。哇，好好吃啊。喜欢我就再送你一个啊，只要你不唱歌就行，再唱呀客人都被你吓跑了。哎呦，你们的故事是怎么拍出来的呢？今天是跑出黑白监狱吧，揭秘一，神秘的替身。亲妈妈的这个耳光是谁打的呢？这个被拖着的佳佳又是谁？美美抱着的又是谁呢？就是他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的替身演员也是好辛苦的哦，有时候一个耳光要打好几次，手好疼的。揭秘二，吃货豆豆。这次拍喝汽水比赛，豆豆、佳佳、爸爸、新妈妈加起来喝了六瓶雪碧，都是我一个人喝下去的。嗯，感觉这辈子都不想喝雪碧啦。还有其他的各种吃吃吃，烧烤、披萨、雪糕、水果、小龙虾，就是为了拍出最佳效果。吃完还要吃，吃了一次又一次，一直吃到导演喊停，吃到我都想吐了。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揭秘三。各种被打，在拍摄过程中，我被扫把打，被皮鞭打，被鸡毛掸子打，被揪脸、揪耳朵，被水冲，又疼又惨。不过
能得到粉丝宝宝的喜欢，豆豆就算再辛苦也是超级开心的。豆豆会努力拍出更多好玩的视频，陪伴你们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，点个关注吧。我不想学。哎呀，暑假必须学会，一节课500块钱的金牌教练必须学。大哥，你勇敢点，你都学了三年了还没学会。终于到了玩耍时间，快来看呐，这里有奶茶店，太好了，最好想喝奶茶，我也来一杯，还给我也买一杯。哎呀，泰格是敷衍了事，人呐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老板，你来作业来了。
准的好扫兴啊！你们也要同款妈妈吗？哇，独步有就能吃！哇，各种各样的零食名字，好玩！对呀、啊，看看你们两个谁认得字多，认得多，吃的就多。佳佳，要不要外婆帮你、啊？不用外婆啊，我都认识3000个字了，这些字杀杀谁啦？你们相信吗？点亮小红心，真相马上来。哼，请认读，给土地家。佳佳，看清楚。豆豆读对了，豆豆给。哇，好大一桶啊！谢谢宝宝姐。能量满满。臭豆豆，竟然能这么大一桶！宝宝姐，再来。好嘞，请认读，维他妈。佳佳，你再认真看，这是妈字。对呀、啊，佳佳，你看清楚再说。佳佳，看看我是谁？好好想想。外婆，婆，嘿，我知道了，维他婆。哎呦，婆你个头，你自己玩吧，不帮你了。不是婆，你干嘛指自己呀、啊？佳佳，是维他奶，不是维他婆。外婆指他自己，是提醒你他是老奶奶。佳佳，那这些维他奶又是豆豆的喽。豆豆，给。哇，你那这么多，豆豆一定行行啊。佳佳，给你喝。我才不要，我要自己赢呢。泡泡姐，再来。佳佳有性格，请认读。雪碧，雪碧，哈哈，又赢了。啊，这五大瓶饮料也被他赢走了。咦，你不要对不对？那我自己喝喽。还是冰的，好爽啊！泡泡姐，还有这么好吃的，都拿出来给我认。好嘞，我全都摆出来。哇！佳佳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先来。6个核弹，太太泡泡糖，奥利给，永动。佳佳简直是错别字大王，到底怎么读呢？记得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弹幕上。哎，还没灭，还没灭，耶，灭了！哎呀，王佳佳，你干什么？吓得我差点把勺子都掐到。妈妈，佳佳是在看冰箱里的灯是怎么灭的。对呀、啊，妈妈，我终于知道冰箱门关到哪个位置，灯就会灭了。哎，老婆，佳佳什么事这么开心？人有什么事儿，搞怪事儿啦？搞不懂现在的小孩。哎，滚滚，耶，灭了！哎呀，王大强，你又干什么？吓死我了！老婆，我终于知道这个冰箱门要关到哪个位置灯才会灭。跟我小时候的冰箱不一样啊。服了，原来爸爸小时候也干过这件怪事。是哎呦，脏不脏啊？用牙咬。妈妈，我们小学生都是这么拉拉链的。爸爸，老公，老婆，我们牙齿拉拉链了。这么巧，爸爸也一样，难道这都遗传？哎呀，妈妈怎么还没来？出门吹吹吹，我可要画得美美的才出去。哎呀，每次出门都化妆都要等一个小时。掉皮了，好好玩呐！不化妆，挑衣服，挑鞋，串耳环。哎呀，每天出门真是太麻烦了。哎，要回了！嘿嘿，我要把它全抠掉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哎，佳佳，我抠的洞都比你的大多喽！我连用指甲抠墙这种坏事，爸爸也和我们一样。王大强，你干嘛？30好斤的人肉，你也不想丢人？瓶盖里喝才有意思。豆豆，盖子借我一下啊。喂，还是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样。好了，再喝个酸奶。真好吃。我也喝个酸奶。哎呀，好好的吸管不用，你们俩恶不恶心啊？
哎呦我的妈！还是和小时候的一样。好吃！哎呀，都是些什么人呐、啊？好怪啊！你们也做过这些坏事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啊！嘿嘿，算比谁不会呀、啊！嘿嘿。这什么烧烤这么硬？妈妈，爸爸喝醉了。嫂子，我送强哥回来了。哎，孩子，真烦人，又来害我。嫂子，那强哥就交给你了。哎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小妞跑完了，看我打断你的腿。呀哎，这位美女怎么喝得口吐白沫了呀？有没有一个头？我是你老婆。哈哈，爸爸连妈妈都不认识了。哎呀哎呀，一身酒味。好闻吗？咦，酒乎乎的真难闻。一点都不关心爸爸，爸爸喝口茶。哦，谢谢小妹。啊，这个老爸。醉到连个女儿都不认识啦！呸，这什么酒啊，好苦啊！爸爸，这是浓茶，解酒的。什么？既然以茶代酒，叫你们经理来！哎呦，这是家里我大强，还以为是汉奸呢！爸爸还以为做的是服务员呢。来，小刘，再找一个。哎呀，爸爸。清楚，这是佳佳。他哪里还看得清楚？你们俩赶快去洗洗睡，别被你爸爸带坏了啊！别走啊，小刘，我还没喝够了。小林，喝，快忙到了，你今晚就睡沙发。到了晚上，我们看，谁在唱歌呢？哎呀！吃啊！哎呦，谢谢王奶奶！哎，豆豆，拿袋子来。好的，妈妈。
呀，我可以表演给王奶奶看。豆豆，不用了，我有衣服装。大强啊，佳佳这孩子脑子就是快。是啊，王奶奶。我看他又搞什么幺蛾子。王奶奶，你先别走，我给你表演一个恰恰。恰恰，好啊，我老婆子也见识一下。王奶奶，我的舞姿还是好看的。脸包照你别想摆，这怎么可以？啊啊的啦，佳佳花大
还那么乖。三位女神后都受了罪孽，想这个东西是路。这个饼花的有点大呀。对呀、啊，老爸，佳佳会不会崩溃呀、啊？你们放心，崩溃了我负责。终于打扫完了，爸爸，作业写完了，地也扫了，我还拖了一遍，可以出发了吗？啊？出发去哪里啊？老公，别太刺激了。水上乐园啊！你和妈妈答应我的，去完水上乐园还要吃豪华套餐。你还当真了呀？爸爸那是个油画饼嘞。拔草十分钟后，笨死！佳佳怎么停下了？才十分钟就坚持不住了？拔了这么久，才拔了这么一点。爸爸，我要喝。喝饱了再拔草。你自己没带水吗？老爸的教育开始了。你又没提醒我带水。你出门种地。还要我提醒你带水？看来你不是种地的料啊！爸爸，我适合种地，我很渴望吗？哼，饮料10块一瓶，可乐5块一瓶，拿钱买啦！爸爸，怎么还要钱呢？当然要钱啊，出门在外哪有免费的？那我买可乐吧。行，赶快去拔草吧，就这速度，天黑了都不能回家。看来佳佳今天又吃不少苦头了。又拔了十分钟草。爸爸，这里的草也太多了，赶紧的拔走啊！哎呀，一棵也花20块，请人帮你拔呀。请人？我要买。哎呀，妈妈不去，妈妈怕热。哎呀哎呀，我不去。哎呀不去。妈妈，你就帮我一次吧，回家我就把钱给你。老爸，你这是不是叫一箭双雕啊？你新妈妈就爱宠着佳佳，不怕你尝尝苦头。佳佳，我拔完草了，你快过来翻地。不是吧？还要翻地？那当然，不翻地怎么播种啊？这么累，还不如回家写作业。都是一次早的，不听劝。翻地又翻了十分钟，好饿啊！这太阳晒得我都要脱皮了。哎呀，可千万别再亲我了。哎，妈妈，不要啊！